什么？花都是他的吗？应该是哦，很适合他，而且他也很适合那个。他的花朵。挖得到吗？哦，挖到了，很适合它哎。对啊，很适合啊。这应该是它的哦。对，应该是它的。弟弟现在没有雨了，你会不会很热？太阳嘞？你想要太阳还是？你不知道已经下雨很久了吗？太阳会在下雨的时候出现吗？你不知道下雨很久了？太阳准备开始生长了吗？嗯，真的、哦，因为不下雨它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没有下雨还打雷呀？没有下雨还打雷？这个问题很好哦。打雷并不需要下雨，但是下雨的时候一般都会打雷哦。但是没有下雨，为什么也会打雷？嗯，就是那个打雷很特别哦。它无论下不下雨都会出现哦，但是一般下雨都会打，不一定打雷。我想，我也不清楚。哎，是跟它一样的，跟它一样的。两台吗？自己带一下。真的耶，两台耶。哇哦，开始下雨了吗？对，它很深，要用吊车。要用这个挖土机才对。是啊，你试试看吧。
怎么帮修理？你觉得呢？那是什么？你猜猜看，那是什么？Hello。月来了。他下雪要来玩吗？对啊。指定跟爷爷 Hello。这个是不是这个的头？都怎么？它一样有颜色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它的头？不是。不是啊。真的很是哎，好吧，那不是就算了。